晚安，Hello。嗨，傻猪，嗨，亚麻路普，嗨，阿泽，嗨，凯撒，嗨，无糖，嗨，思源，嗨，强森，谢谢思源的骷髅糖果。嗨，你小龙，谢谢伊芜伊娜骷髅糖果，嗨太空，嗨果冻九号，谢 SRG 的 Love，嗨 Skyline，嗨森森，嗨阿基拉，嗨，嗨啾啾，嗨逸飞，嗨落日，嗨大叔的温柔，嗨阿潘的粉丝，今天的发色更好看了，应该是一样的吧？有差吗？这个谢谢无糖的万圣节提灯，有差吗？还是 Sky？谢谢 Skyline 的万圣节女巫，嗨 Blue 流，嗨能写，不知道哎，感觉喉咙不是很舒服，就觉得有点要感冒的感觉。谢谢一。太自我，我也蛮喜欢这个发色的，还蛮多人都说蛮好看的。就公司的姐姐啊，跟成员都说还蛮好看的，可是就是有点不习惯。谢谢伊芜伊娜的南瓜糖果罐，嗨御风，嗨心脏火狐。上次我可能没开到灯吧。嗨天天，谢谢御风的心之罐。颜色开始显现出来，好美！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开灯的关系，应该是一样的颜色。嗨阿佑，嗨，谢谢尤伊娜的糖果罐，团员什么快都什么，什么叫快都阵亡了啊？成什么什么？团员快都阵亡了，你这是打反了、啊？嗨阿佑，嗨阿翔。嗨，Listen，嗨，阿丹姨，嗨，Ice，谢阿基亚的浪濑会员选票，嗨，小乙。对，最近超多人感冒，超可怕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诶。我们宿舍就蛮多人感冒的，就是小感冒，是没有很严重，可是就是有点小感冒这样，有点担心，又容易被传染。嗨。不会念的英文字，什么 sin 什么 syndicate 吗？嗨，小恩，嗨，CC，嗨，愚者。对，染头发，嗨，宁哥，嗨，暗红，嗨，涛哥，嗨，star，谢谢玉峰的糖果。很多，没有，因为我今天洗头，我昨天洗头的时候其实它没有掉色一般洗头的时候会有，就是很明显的掉色的那个。颜色泡泡会有颜色，可是我泡泡其实看不出有颜色因为我染的时候就会先洗一次了嘛，所以那天好像就已经他帮我洗头发的时候好像就已经掉的差不多了。没有，有些人是小巨蛋的时候就生病了，不是小巨蛋后才生病的，是他们本来就生病了。然后最近可能比较忙吧，没有什么时间休息。嗨何夏思，嗨易凯，谢易凯的骷髅糖果。嗨 Sam，云觉，云觉有生病吗？我看不出来啊，他有生病吗？嗨嘎嘎嘎，嗨 Off，换季，对啊，嗨阿给，嗨别看猫没点。日夜温差变大了，对啊，冬天要来了。洗牛仔裤那样吗？不知道，牛仔裤也是洗到差不多一个程度，它就不会掉色啦。嗨，黑哥，嗨，新燕城，新鲜柠檬，谢玉峰的糖果，嗨，限制，嗨，七七手套，嗨，嗨，forever，嗨，茉莉，嗨，森森，这边新鲜柠檬的糖果，嗨，子阳。现在还要忙，对，很忙。至于忙什么呢？我才不要告诉你们嘞！嗨 开着拖拉机迎接春天的到来，嗨 D，嗨谢 Forever 的糖果，谢玉峰的糖果。之前的梗呢？
晕就看医生传给你们哦。对啊，都他不是、啊？嗨阿元，他都不去看医生，其他有没有看医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好像有吧？看琪琪有在吃药，可是我琪琪好像也没有很严重，虽然都是短袖啪啪照。你们是那种比较怕热的人吧？你们是怕冷又怕热，超麻烦。嗨咪索索，嗨轰达，嗨线。对啊，因为睡眠不足。谢谢阿元的糖果，这我觉得我睡蛮多的，偶尔睡比较少，但最近还好。嗨卡特莲娜，那我今天睡蛮少，因为我昨天晚上睡不着，昨天很可怕。嗯，昨天早上7点多才睡觉，对，反正就是睡不着。然后，可是我10点多要爬，10点半要爬起来，因为我要去公司，然后大概中午的时候到公司这样，然后下午的时候练习，然后练习完之后我要回来开直播，所以我今天还蛮累的，就是下午的时候大概只睡了1个小时左右吧，就是休息一下，所以我现在其实蛮想睡觉的，因为我刚吃东西，所以吃饱我很想睡觉，现在好想睡觉，怎么办呢？因为我刚刚只剩1个小时，然后我又没有吃晚餐，想说我先吃晚餐好了。可是因为吃晚餐的时间1个小时对我来说不够，因为我吃很慢，然后又很想睡觉，可是没有时间睡觉。好白痴，我竟然白成绕口。很想睡觉，可是没办法睡觉。哦，好烦，我想睡觉。嗨 KADD， 嗨喂，嗨中成喵喵，嗨 JC， 不是佳丽的例子本病毒传染给大家，那已经过很久了啦。谢谢 Blue 流的提灯。谢谢深深的糖果。嗨老沙，没有，不是做梦，就是睡不着，就是单纯的睡不着，就是也没干嘛，就是睡不着。嗯，可能就是没干嘛吧。早上起来很可以，很懵，我就睡早上，我只睡了3个小时、欸，3个小时超累。3个小时我又跑去公司帮忙，然后。忙到下午，我睡了1个小时左右，然后睡起来之后去练习，练习完之后我回来已经8点了，所以我现在想睡觉，8点了，你在哪？一直说想睡觉，嗨，吃饱就想睡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什么跨年？跨年还很早，反正是怎么我也不会跟你们说的，你们随便猜我也不会讲。嗨米哟，嗨余泽，但会不会睡播？我想睡觉。嗨谢谢 C K M K 的玫瑰，不要什么东西啊？睡觉开直播怎么浪费电？浪费电。要搞什么褪什么用褪黑色素？那什么啊？什么是褪黑色素？跟睡片直播，跟睡片直播怎么播？跟早上你什么、啊？不行啊！嗨博弈，前面有超时，不行啊！或者睡播，我觉得可以，不行啊！白色。私は今初めてここにある痛みがありがとう知ったよ。那我吃过喉咙的那个。昨天要上班，但又睡不着，很想死。对啊，很累耶，我觉得失眠真的是最讨厌的一件事情。哎，只是我明明那一天也蛮，就是我明明那天有出门，所以就觉得为什么会睡不着，蛮奇怪的。30连拍吗？不会，我可能会睡着，可能看我30连拍都在睡觉。溢れそうな言葉を慌ててタバコに
肯定超不想起来，真的很累。我刚才也没有时间睡，我想要睡了我一定会一觉不醒，还是不要睡好了。我要是睡了，我等一下就完全会，我会错过开那个开直播的时间，不行。哎，今天到十点半。さよなら唇、私は今誰に別れを告げるの？君を見つめながら、さよなら唇、私は今私に別れを告げるよ。ありがとう。找到一首歌名就想到你的，什么想到我的歌，什么歌，我嗨点歌，我嗨不起来，太累了。但是现在天气超好睡的，不觉得吗？就现在就是那种凉凉，就是微凉的天气超级好睡，这种就是春天跟秋天就是最好睡的季节，超可怕。不要了，吃饱了不想吃。没有什么午餐话题啊，真的很无聊。最近没有什么午餐话题可以讲。最近没有午餐，好无聊啊。不行啊，今天不能早点结束，我就是到几点就是要播到几点。单单存钱存不了钱了，应该不会吧？没那么快吧？太阳熊，谢谢害你哟。喝茶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我喝什么都没有用，可能喝咖啡都没有用，我就是想睡就会睡。没有，我睡前其实也没有想什么，就是单纯的睡不着，完全没有就是想任何事情。不知道哎，他说他要补寄给我，可是我还没有问，好像明天才会到，没有那么快，因为他昨天才补寄给我，所以照理讲要两天，所以牙齿还没有收到。啊，好慢哦，睡醒状况不好。可是大家比较喜欢我睡醒，不是吗？就是做事情的时候，你有那种就是软软的感觉，什么软软感觉？什么就是软软感觉？可是我心情会比较差，我会有点起床气，然后很可怕。嗨 ，C K N K I G 尾巴，嗨君海。但是我没睡饱，我也会很容易生气，因为没有人在没有睡饱的情况下，那个 EQ 是 EQ 吗？会很低，就是你知道，因为脑子太累了，然后就很没耐心，就很容易就脑袋会很容易就是爆炸。谢谢干奶应援棒，嗨天月下坡，嗨桃桃洛斯。什么叫演唱会没有我？有啊，为什么没有我？你可能没看到而已吧，太远了你没看到。真的很好睡，这天超级好睡，真的。嗨凡事求个圆，刚按到东西，吓死我，差点按到关播。前面的什么我没有啊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不好意思，因为随便摸人家不好。嗨天天爱谢和东，嗨 Joker 说什么樱井日奈子，好像有听过这个名字，可是我没有听过他的歌。嗨妈停下所有，嗨功夫红，嗨嗨。难道我现在眼睛已经呈现了迷茫状态吗？就是很想睡的眼睛，而且因为我戴隐形眼镜，就是戴隐形眼镜的眼睛会更疲惫，就会越来越，就是眼睛会越来越重，因为戴隐形眼镜戴很久，就会很疲惫。嗨，黑妹子，感谢国哥真情告白，我拿起床镜没辙，请便。
可以放弃我，不要理我。谢谢 Forever 唱过，洗热水冰镇啊，洗完就很正常。怀疑人生，我每天都在怀疑人生，怎么办？我最近都在怀疑人生，我好像一觉不醒哦，就是睡到爽这样，好累哦。嗨小爹啦，我是有起床气的、啊，而且我真是没睡饱，我起床气会超重的那一种。我就起来臭脸，我就这样，因为我刚睡醒一样就是这样，超可怕，真的超可怕。嗨啊 ，Austin。没有，我刚刚按那个，刚按到别的画面，我把它按叉叉，然后就按到了，我就按到了我自己的叉叉。对，如果我撑过了那个点，我又会睡不着，很可怕。对，是怎么在800位置看美国的乐高积木？嗯，800位置是哪里？800位置是哪里啊？上次直播只有看最后几分钟，好吧。原谅你，爱会很爱问我，就去问别人，问别的粉丝之类的。嗨阿巴，嗨嗨嗨，嗨布斯，给他睡，什么鬼啊？这样我也无聊，不行。你们要跟我聊天，我才不会想睡觉啊！你们要试着让我不能睡觉，呵呵，什么鬼？你们要努力让我就是没办法睡觉。樱井日奈，好像哪里听过。真的，就是他不算歌手，因为他的那个简介都是写，就是完全没有写到他是歌手，就是演员、艺人跟模特，所以他不是真的，他不算真的歌手。我好像有看过他演的电影哎。演那个橘子酱男孩，因为我前阵子才看这个电影，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一次，然后我忘了，我以为没看过，然后我又看了一次，因为我很喜欢吉泽亮，就是演王者天下的男主角，然后我又跑回去看一下，那橘子酱很可爱耶，他有点混血的感觉，他超美的。三的，等一下，我看到他的年龄了，等一下，22岁，等一下，真的好小啊，天哪，等一下，22岁，嗯，年轻真好，笑死。好好哦，天哪！谢谢甜心吃饭，别让我睡觉。想睡的临界点通常都异常的嗨，不会，我就是想睡觉，就是想睡觉。那个就我刚睡醒才讲，800最后面，那太后面你当然没看到啊，看不到，连我爸妈都看不到我，你觉得你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你没有拿望远镜应该看不到，被我起床雷到没有？不会，因为我不太会，我就算我起床了，就我只会臭脸，可是我不会什么，我不会大小声之类的。就是他们，因为平常我们其实也不太会一直讲话啊什么的，所以其实还好。他们知道我就是没睡饱，然后可是我也不会怎样，就是我顶多就是臭脸而已。但是发现
我没睡饱，然后很脸很臭，他就会知道我心情不好这样。所以其实也不太会被我雷到，因为我不会主动就是生气啊什么的，除非是别人做的让我觉得就是让我没耐心的事情，我就会生气。因为我刚起床之后就是超没耐心的，我刚起床的时候我很容易暴怒。刚起床的时候很容易暴怒。啊？不要，你要让我睡觉，我等下睡不着了。我现在睡觉，我晚上就不用睡。把你国术剃胡子。他要怎么剃？我又看不到，不好玩。他让你刚睡醒，连旁边的人都醒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旁边的人会醒？为什么？你刚睡醒看起来真的很朦胧啊，太 Q， 安全，交通安全，没什么好讲的，就那样了，我就已经救不了了，随便。我现在已经放置状态，随便啊。你那个不遵守交通规则，就让他自己去解决啊。不想讲了，因为讲再多没有用。楚阳，对，她是女主角，那部是女主角，好好看哎、欸。就是这种傻傻的感觉，很可爱。可是他接着他好像才刚出道不久吧？嗯，他刚出道不久，所以就是时间蛮短的。虽然现在目前拍的电影跟那个剧好像蛮少的。谢谢悬案，没有啊，因为最近没有什么好看的悬案，我好像都把它看完了，怎么办？我在那边找很久，然后什么都没有新的，或者是别的之类，然后一直重复，都是重复，就是每个 YouTuber 都讲一样的东西，我就觉得好妙，没有新的可以讲。可爱啊，可是他目前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作品。假面骑士流星。突然有精神没有？我还是很没有精神，我很努力的撑的。我没有刚起床，我没有睡觉，我没有睡觉，我没有睡觉，所以我才会这么没精神。嗨，康姆，嗨，吉米，什么我也不大，哪有？比他大两岁耶，超老的，他才22岁。你看人家在干嘛，我来干嘛？哎、欸，他们都很早出道啊！我真的是已经算很晚出道的哎，他们都十几岁就出道了。吉泽亮好像差不多吧，我认识吉泽亮没有很年轻，没有年轻是什么？听着没有很年轻啊，然后那里怪怪的，等一下，我忘记他年纪了。他大我1岁而已，吉祥大我1岁，而且他刚好是水瓶座，觉得蛮厉害。2月1号，小他2岁，小他2岁就小啊，就比我小啊。而且他们出道时间是2014年，所以他那时候才10几岁吧？哎、欸，没有20岁，哎、欸，5年，差不多20岁左右。好、哦、吧，说错了，18岁，我还算什么鬼？算到我自己的年龄，范伟林。你去染胡子了，你为什么要剃胡子？为什么你要剃胡子？为什么？有事？你为什么要剃胡子？第一期要吃饱，对，我是要睡饱那种。我可以不吃东西，但是我一定要睡觉。你知道我会为了睡觉，我宁愿不吃东西，就是我可以饿一整天没差，但我一定要睡觉。那我喜欢吃什么？你妈喜欢暴怒。如果是他的自己白目的话，那不关我的事啊。就他明明知道我有起床气，然后还要故意闹我的话，我就会生气。我就因为我会觉得那是他白目，就不要跟我讲话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就没事了。等我醒来之后就不会了。高圆圆过来这里跳舞、啊，什么叫过来这里跳舞？啊？哪里有高圆圆？他不在啊。
片迷路的让赖佩仁选太好，他今天不在啦。我印象好像是三五年轻出道的，啥？好像三五年轻出道的，哼，什么意思？三五年轻出道什么意思、啊？嗯，什么意思？印象好像三五年，嗯，你看我有点看不太懂那个中文，脑袋打结呢。不会，我会自己一个人生闷气这样。嗨，东东，生日快乐！嗨，谢谢其他的黄金金币。我知道啊，那我就看过了啊，和根跟竹盖先看过了，而且它就是一个谜啊。我没有睡觉，没睡啊，所以我很现在有点累。我只睡了，如果从早上算起来的话，到现在我只睡了四个小时。觉得四个小时的人的脑袋是很正常啊，不会。我超想睡觉，我现在很累。我刚那个就是练习完，所以我现在很累。而且现在我已经24岁了，不是年轻人，你知道没办法这样硬撑。我真的觉得我眼睛快不行了。你知道我现在状态就是这样。我真的这样，我就可以睡着了。我可能就可以，我可以这样睡着。我真的怕我眯着眯着，然后就睡着了，你知道吗？云林比较什么？云林什么比较星探经过？什么叫比较星探经过？比较少吧，少打一个字，每次都看不懂你在打什么。哎、欸，我说你们打错，然后我就会问号很久。天宇剪头爸爸什么撸成六分头？六分头的长度是什么？什么叫是六分头？什么很短的意思吗？有啊，我有看到，怎么可能没看到？有啊，我超喜欢这首，超喜欢这首的，就让我醒来。可是要放大声一点，我就虽然大家应该会被我吵到，音乐太吵，太肌肉量就不想什么东西就不会想睡了，不会。为什么问起来？没为什么，我可能问到之后我就会不想回答你了，超没耐性的人，跟我一样。那你怎么没睡觉？我也没时间睡觉啊，好好笑！我想睡啊，没时间。而且我都是像我是明明要睡觉，可是就会睡不着那种类型。所以我睡觉的时间点都很奇怪，因为感觉胡子大太爆爆炸。那你可以修啊，自己剪嘛，那种小剪刀呢，可以设一个弧形，捞出来弧形修草。不会，我饿了照睡，就是我会睡觉的那种感觉会大过饿的感觉，就是饿我会我的饿的感觉会被睡觉压过，所以我想睡觉的时候我不会感觉到饿，就是想睡觉我就睡觉，我就不管他饿不饿这样。哦，三五年前，然后什么是三五年轻？好好笑。嗨，嘉勋，可以只知道不吃东西，对我是那种，我真的是那一种那只狗。现在打错，你们可能会转不过来。我刚刚看了很久，好像什么东西，你们都看过样子。有《如月时代》，我有看过，可是听说它就是一个传说，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实的。但有人有去过那个如月车站，看起来只是特别阴森，因为那边很偏僻，然后很阴森这样。30年，30年好像有点久哎，会老。他会塌下来，这样皱掉，皱掉的那种，皱掉的年轻脸这样。嗨，晚安，嗨，消失，嗨，夜风明月，嗨 ，QK 男子，嗨，风坤。但你为什么会看到我才睡三个小时、欸？没有啊，哪有只睡三个小时？我还有在后台睡耶、欸，加起来好像不止三个小时吧，我记得。没有，其实差不多累，可是就是握手会就是有办法互动，我觉得还好。然后，而且我在还没有上之前有睡下，所以就觉得还好。我觉得我 BB 会真的睡着，睡比较少，比没睡还累。对，睡比较少真的很够累。嗨，小飞，你会喜欢张韶涵吗？看到这种人就想唱他的歌。284小时加班2小时，
年纪是问题，老了不行，老了不能这样弄，会爆肝。不会睁着眼睛，我没办法睁着眼睛睡觉哎，我真的不会睁着眼睛睡觉。云林徐娇没有，我长得不像徐娇啊，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长得像徐娇？我真的不像哎，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很像啊？好疑惑、哦，到底哪里像？就是我虽然觉得很高兴，可是会觉得很疑惑，因为我就觉得不像啊，这真的觉得哪里像的感觉，哪里像？谢谢呆呆新资管，嗨土地公，嗨推推，嗨龙骑士，嗨北元。柯宇也是睡，但是十九号真的坐屁股痛，对，我也不喜欢坐客人，屁股好酸哦。嗨博成，谢谢嘉欣的勋章。嗨西天 NK。那饿的时候也不会很饿呀，看状况，很饿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饿。可是我是那种，应该也不是我而已，就是人只要，过了那个想睡觉的时期的时候，就会异常的亢奋，就是人体的奇妙的构造，奇妙的。对，不知道怎么说，人体的生理反应就是肾上腺是什么？忘记了，肾上腺素，我白痴哦，这脑袋打结了，肾上腺素会突然飙升，然后就会很异常的亢奋，这是人类奇怪的地方。嗨叶岩兰，但我觉得我都看完好无聊。嗨正气，我最近很想看恐怖片或者是鬼片什么，是我自己一个人不太敢看鬼片，可是恐怖片还可以，可是鬼片不行。然后就是觉得因为不知道看什么啊，然后我又补了啾啾一集，我看了啾啾，然后我看了一集，因为我昨天睡不着啊，然后我想说啊看一下啾啾好了这样，然后发现看完啾啾之后，还是睡不着。周末一天为什么会有人睡觉的时候看啾啾？好像蛮奇怪，看着应该异常亢奋。然后想说，补一下啾啾好了，然后就看一集。然后不行，再看下去的话，我就不能睡觉。然后说算了，我就想要关，我就把电脑关掉。然后去躺床好了，然后躺在床上翻超久，就翻来翻去，翻来翻去，睡不着。然后我就拿手机开始滑手机。超莫名其妙的，我不行，最快几秒我不会几秒，我一定大概要最快至少也要一分钟之后我才有办法睡着，所以我真的累到秒，我没办法累到秒睡，我就算再累我也没办法秒睡，就是躺着然后大概过个一分钟之后我才会睡着。可是我很容易被吵醒啊，就是你只要一有声音我就会醒来，除非我真的是睡死的那种，睡死的情况大概就真的是我累到爆炸的那种我才会睡死。为了什么看你喵搭了三看，刚才不是为了看我嘞，少来，你明明是为了看小迪，答案乱说，你是为了看小迪跟柏林吧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哦，不要以为我不会看 PPT 哦，超坏。我也很想演戏啊，可是其实就目前没有那个机会，不然我也好想演看看。有吗？我觉得不像啊，娇哎，她这么漂亮，觉得不像。那我的脑袋断线中，跟我啦，只有在车上睡三个小时哦。那你们厉害，有毅力，因为我不行，老了。你比我年轻啊，在那边。没有，我还是想睡觉。可能比火车舒服啊，是没错。火车真的不是搭强那个自强号的话，我也不会坐太远，我也绝对不会坐，疯了才会坐火车，太累了。对，我看了啾啾的那个埃及篇的第29集。因为我在看那集是那个被诅咒的刀，就是那个刀是那个就是那个替身三多，三多吗？对，然后好白痴哦，
就是他不是掉进那个河那个河里吗？我快笑死，害我精神又来了，你知道我早上就不看那一集了，快笑死我。恐怖片跟鬼片有差别，恐怖片是恐怖片，鬼片是鬼片，是有差的。恐怖片不一定有鬼，可是鬼片一定会有鬼，这是差别。恐怖片不一定是鬼。那你还看那个？还看一集？不会想继续看吗？因为觉得再看下去我就不用睡觉啦、啊。谢谢夜风明月的人气空包单手。空投什么东西？睡前都会看舅舅看到睡着，为什么可以看到睡着？看舅应该更睡不着，我也觉得应该，所以我就有看了之后更睡不着，快笑死我。嗨，坏眼战士，明大春眠是可以来挑战你哦，很需要。我是应该聘一个那个，就是睡眠师之类的，帮助我睡觉。就看你觉得嗯喵的发色感觉很漂亮，谢谢。我以前其实也有染过棕色，我自己还蛮习惯的。有看过虐蟑螂影片吗？我有看到一个虐蟑螂影片，是他们在试蟑螂会不会被淹死，事实上不会被淹死，但是好像听说热水会，而且要加油什么的，就是要堵住他们的呼吸道什么的，肺部什么的，好像才会让蟑螂掉。然后如果你是放一般的水中的话，它不会死掉，哎，超可怕！我以为他们应该淹死这样，就他们好像就是把他们抓外面放，大概两个小时过，他们又活过来了。我真的蟑螂好可怕哦，它真的是异世界来的生物哎，为什么可以放在水中放这么久，然后过两个小时之后又回复，你知道我超厉害。我为了看你买票，少来，你就写阿胖的粉丝在那边，你也不要看荧幕，不要看粉。可是我就是因为睡不着，所以才看荧幕啊。就是因为我不管有没有开幕都睡不着，唉，所以要找事情做，然后还是找事情做好了，就会想睡觉。汉博人的生日会要算进去试看，可是少来，你明明都是，你明明就没有那么喜欢我，哼。不要跟你说话，脑袋现在很脑波很弱。你们都看 TVP， 我正大光明看好吗？我都跟你们讲，这叫正大光明。阿努比，对，是而言，国术不是看小子面板，对，我是顺便的，我是顺便的。电炉糖的糖果罐，好远。太可爱了，不想盲目观赏。空投糖果包，好难念哦。刚好什么空投什么东西，然后就没了这样。前半段超后半段超搞笑，这后半段是很白痴啊。谢谢阿元的狗骨头那一集爆笑回，我不知道他这么白痴，你知道吗？害我还看了那一集，真是傻眼。谢谢夜风明月的糖果，真的打劫很严重。像反校也有舅，反校也有舅舅，反校有舅舅，反校有舅舅，反校什么时候有舅舅了？我问号，反校有舅舅，反校跟舅舅，嗯？嗨，明马明，你是说唯一附在云上有一个替身？对啊，对对对，就是那把奇怪的刀。嗨，莉莉皇上。油应该是自己的，对啊。谢无糖的糖果罐，听说喷柠檬水还是什么的可以遮住蟑螂，是哦，我以为是肥皂水，我听过肥皂水。谢甘爱的糖果罐，好奇五先生，好像是那个哎，对，应该是他的，就突然看到，然后就哎好像蛮有趣的，看会不会真的淹死，然后就点进去看，看了好久，然后结果就他竟然活了，我真的傻眼哎。蟑螂好可怕哦！听说它怕热水啊，很烫的，好像会，好像很烫，好像会死掉。那影片让我知道蟑螂不吃不活。对啊，蟑螂很可怕，蟑螂超厉害。大概也是国文老师听他说话秒睡。我没有国文老师，我不认识国文老师哎。他怕蟑螂，我是人。
化成人的猫，所以我怕蟑螂。硬要太老沙，你很喜欢你，算了，我不讲话。你少啦，那你说啊，你比较喜欢谁？你比较喜欢谁？你说，你不要以为我没有看到你打那个留言，超爱计较。但我没有看到你打的哦，你不要在那边，我有看到你打的，超凶。谢谢老沙的糖果。不喜欢才不会研究他活这么久，哪有不喜欢好不好？看你家那蔡戴安分支那些你也很冒险的梦，替身就什么什么话了？拿灯笼那只就是白教官的替身使者啊。算政府哎、欸，就是政府的，就那时候政府的什么，就是专门对抓那些言就是违反我言论自由的之类的阿兵哥之类的。讲完这样，教官可能赶快把那个板条放在他喷出来。可是他都打死了，应该不会动吧？谢谢龙骑士的玫瑰。太无情，太就觉得思雨真的太不喜欢蟑螂，蟑螂那么恶心，看起来恶心。还有西多，是啊，我都用热水冲它，然后我都扭到最热那个地方冲它，超坏。因为我真的超级讨厌，我超级无敌讨厌蟑螂，哎，我不能接受蟑螂。哪有打什么留言啦？少来，我有看到。打来我有看到，好像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 ID 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不是你们的 ID 有些真的很好认，你们的 ID 有些真的很好认，就是一看就知道是谁这样。太爱死！你说我在别人 report 还是别人 MG 讲比较多的？就是那一个啊，然后你还说因为我推波了，然后后面又打说哦，有没有也讲很多啦，但是你说因为我比较推波了。你看这个人真的是花心，嗨，配心啦，超爱计较，好像在欢的女朋友什么？欢的女朋友什么东西？是今天看到三个小强诞生啊，好可怕、喔！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多嘞，十五只。对，不要惹没有睡饱的女生。小王讲香，我今天超胖，你知道吗？没睡觉都会这样超胖。所以说发射的真的很怪怪的，只是 PPT 不能改推文啊。哦，是哦，好像可以删，可是不能删改，不能改。对啊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账号吗？那有些人的账号很好认诶，怎么变那么大？染的呀，我自己染的啊，不是。去给别人，去给亲戚染的，不要。谢谢米娇的看好你哦。好累，不想读英文对我来说还好。英文对我来说还好，因为我从小念到大，超好认，不怕，天天超好认，能有的打天天力了，太好认了。只是明天要小考，赶快读书，加油。哦，我知道，好像有看过哎，很可爱很萌的蟑螂吗？可是大家都会看 PPT 啊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们都会看 PPT， 你们都知道吧？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因为有些成员会讲啊，就是他会看 PPT 什么的。我偶尔会看啦，但是不是很常看。但是因为最近我是有真的有我们自己的活动的文的时候，我都会看。没有的话我就不太会看一下，那我就是在看大家有讨论到 MC 的部分，我就稍微看一下。为什么啊？还是会去看啊，还是会在乎就是自己有没有被提到啊，什么东西啊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开心。那我去补推文，不用啦，白痴哦、喔，很白痴哦、喔，不需要，谢谢。嗨周哥，嗨主角位，还好我没拼拼拼。因为我只是单纯看而已，我也没有账号。欢迎小小，
然后这么怕以后开播日都少播一点。嗯？你开播日是什么？你要知道谁的账号，有一些我认得出来，但有一些我认不出来，就是看状况，没被认出来。打喷嚏有没有？打欠打欠，原来是打喷嚏。ID 始终如一，不过有的也很明显。这喷嚏可能基础分享，不是八七分吗？八七分。嗨人好，嗨班生。我有没有在 Twitter 抓人 ？Twitter 我比较少看，所以我不看 Twitter 的，我不太看 Twitter。我没看到，什么没看到？嗨，北极星，因为对我来说也还好啊。单字真的就是要记啦，单字记，单字用记的，可爱十连拍会不好让你改版，总是张蛮可爱十连拍，当然哪有可爱十连拍，一点也不可爱，哼，嫌弃。蔡玉安去客人道歉，不用啦，没事用。你们也太过瘾了吧，还真的推，还真的那个去写，不要真的是小宝白痴哦、喔、好白痴哦、喔、不用啦，就是无聊在乱讲的，这样才有话题可以讲。我在死撑巴哈，反正没什么人看看巴哈才知道，这是升起来卖卖的不错，可是那个听说好像也没有到很准呢，就是有，因为有些是还没有，就是怎么讲，它是储存，应该说先定的，可是不一定汇款之类的。变成日文很棒，很高兴吗？还是会啊，毕竟是日文系的，不日文很烂怎么办？就是至少大家知道我的日文还行这样。谢谢玉安的玫瑰，我的 ID 跟名字毫无关系，开心。啊？可是我好像有看过爱死的 ID 耶，因为很叫什么冰心什么挖根挖沟的，四个字。因为我记得你有发过 report， 所以我有印象。爱死我有印象，对。谢谢玉安的掌声鼓励跟看到你哦 ，Twitter 经常发，你们现在所有我就会去看咯，比较说会比较好。谢谢玉安的偷偷喜欢你，直接看一篇不用，就直接怎么啦？无聊，今天好凶，对，因为我今天没睡饱，没睡饱的时候比较胖，就胖，白痴哦，你仔细看，当然要可爱的吧。不要，当然一点不可爱。你既然觉得它可爱，你要不要养它？你要养它吗？养它？泰克账号说喜欢你，要不要啊？什么东西啊？跟同学编搞事。八孔纪文哦，对我有看到。嗨，真的觉得的歌讲英文比较多哦，好像有比较多吧。我本来想说要不要多讲一点，可是我觉得。自己讲太多不好啊，因为就觉得我好像赞太多了的话，就是也不好，所以我就觉得大家讲平均一点的话比较好，因为有时候觉得讲的话题很像，就会觉得别人会不会没有东西可以讲，所以我自己也不想讲太多，不想讲太多，因为我觉得讲太多也不好，就觉得好像都是我在讲话，然后别人就讲没几句讲。而且就是日本成人在讲话，我也不太想要硬插啊什么的，因为我觉得那样很没礼貌，所以我后来其实也没有特别讲什么，我想讲，可是就觉得突然插话不好，所以我后来也没有多讲。因为这个 PC 吼，对啊，我有看到自己打在 ID 上，都是你要掌控之中，但我都是发我的。好好笑、哦，还好，可是我觉得语文这种东西就是你太久没用就会生疏的东西。谢谢深深应援棒，我没有说你没有坏话吧？没有，你都说别人的好话而已。这一段就是洗门风，什么是门风啊？嗨，佛佛，我都不知道在那边偷文留言会被看到，你不知道我们会看吗？应该知道吧？应该知道吧？你真的蛮含蓄，因为日文就是很含蓄的表达方式啊，日文的用法都这样。后面你真的是擦擦的哥哥都被看到了，
什么你推文回什么，什么那个梗好笑。嘿 KK， 幸好你要应该不认得我 ID， 该赖的也很好认吧，因为我见你就是不是差不多的吗？我记得太时间。笑死！下次假如找你的好好来补一回，谢谢。怎么无聊？你讲别人好话就会看啊，就稍微看一下你们的那个，因为我觉得还蛮重要的，就是看你们是喜欢哪些成员的什么地方啊之类，然后就觉得哦可以稍微学一下之类的，就会就是会比较好知道你们大致上喜欢的点是什么，这样我觉得还不错。所以我有时候也会看别人的 report 啊，就是看你们大家是因为什么点所以喜欢那个成员啊什么的之类的。嗨太公安回回笑死，不需要啊，干嘛 cue 我，今天你们要演 S 很棒的是啊，呀啦 I'm the do M 超凶，就是发现现在女友好话不用好不好，超白色。谢谢人和 Love 的告白文化，欢迎我在 TV 可以乱讲，就是说他怎么会看啊，太好笑了吧。谢谢怀怀荧光棒，只是什么时候看不告诉你而已。太记得这种都是没有玩你什么，应该没有吧。太阴头猫，我被认出来要小心留言。但是我觉得有些人的比较明显啊，但有些人的我也不知道是谁，因为他打的跟就是自己的 ID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之类的，不知道，可有时候是语气之类的吧，不然就是听成员说的啊之类的。755就是什么好李家之类都有好好讲话，还好没有用那么多东西。关联，关联有打算做什么？没做什么，干嘛？白痴哦，爱情有事吗？不需要哈，这样无聊哦。吃饱太闲哦，太 Ernie 吗 ？Ernie Ernie 好难念的英文名字。看我的文，大家都会知道那天是我发的，这还蛮明显的，其实。别相害。不用，然后只是无聊在呛你们而已。我只是无聊想呛你们而已，让我呛一下不行哦？你们不是抖 M 吗？超可怕！他什么？现在一堆人都说把我的名字打出来哦，对耶，好像会这样。是不用到我的神啦、啊、这太多了，谢谢 too much。 讲统一讲成啥、啊、我统一猫界这样可以吗？就是统一猫界，在那里面那天底下里面肯定会有我，笑死，不要好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，千万不要，太白痴了，被我看了会傻眼猫咪。嗨 K 啊，你们不是抖 M 吗？抖 M 当然要被主人欺负啊！なんだ私の努力じゃないの？私のタレントじゃないの？嗨志祥，嗨北鱼星，嗨悠悠，嗨谢谢玉峰的糖果罐，嗨卡库夫蜜 ，Hello。哪有啊，那是麻油自己写好不好，不关我的事，少来。麻油他本来就很汤，你不知道吗？面对真的吗？ Ernie 吗？ Ernie， 谢谢深深的心之罐，谢谢玉凤的糖果罐。查我大家知道五汤的经验，在这里就五汤的一个标准日文可以用。谢谢 IKEA 的七十对啾啾你哦，是睡觉的啾啾你。嗨 ，Hello， 没关系。两位都母汤，嗨，男友啊，你是他自己不叫母汤，他是我老婆，他是我老婆 ，OK。母汤是正常的。你要的是什么啦？头好痛。我不要跟你们
怎样？那瓜分怎样？不是18吗？为什么是24了？哈？哈？どういう意味？どういう意味？ねえ、あんだ、ねえ。説明してくれよ。谢谢傻姑父咪的应援棒，谢谢玉峰的浪浪的选票，可是真的好像留言道歉怎样？看一下他这好像怎么啊？真的好像留言了吗？不是吧？骗人！母汤母汤母汤吗？母汤？誰の、な、誰の努力だって？私の努力だよ。みんな私の努力じゃないの？私はご主人だからさ。私はご主人だから。你老婆昨天忘了你？什么？骗人！因为是你们在那边，你们在那边挑拨离间。因为是你们挑拨离间，他是爱着我的。等一下，我要换歌。今天你好认真，你的 ID 吗？记得好像有吧，印象中。嗯，汤叫真好，什么鬼？谢谢 Himeji 的糖果，谢谢卡洛夫蜜的应援棒。你看会传染啊！不要18，有，我是永远18岁，永远18岁。好，嗨，林狗，蛋糕上的蜡烛一样，真的要道歉啊！好像听得懂，你说18，硬要。不是名称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他突然换，还草莓酱，还龙龙，第七个18，快要了、欸、其实。あんだだってダメだよ。私のサバンドじゃないですか？私はご主人だよ。失礼だね。嗨，本丸是阿肥，嗨，双燕，嗨。昨天跟我老公也很适合，然后我老公谁是我老公？因为没有，因为最近我跟我女朋友走太近了，她吃醋了，她吃醋，所以她最近不理我。我老婆吃醋了，好啦，老婆吃醋中。嗨阿正，嗨柠檬球，嗨黄鱼。骗人，我要去看看。嗯，不是拿来道歉吧？那才是吧。哪一篇我自己突然忘记了。我不知道思考一下是哪一篇。算蛮早之前的文吧，我记得。哪一篇来着？谢谢你们的糖果。好多留言哦，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篇。我现在才发现就是有多哎、欸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什么 ，AKB48 小巨蛋演唱会的那一天，就是爆满的那一天留言，竟然还有在增加哎、欸，因为我之前以为没有，就是后来没有人留这样，所以我后来没有跑去，我后来就没有跑去看。
是哪一篇来着？忘记了。哎，哒哒呢？忘记了，哒哒。大家都在害羞。真爱，老婆生气气了。不好，那边有我的账号留言，有答我都已经看过了，大家不要害羞。Hank 的文吗？这一个一个点小累哦，天哪！哪里哟、哦？哦，看好。爱死来帮我找哎、欸，太好笑了吧！哎呀，好烦哦！你有事吗？甜甜里，这很无聊，这很无聊哎、欸，是怎样啊？笑死我！那对不起，我有推你的 QQ， 只是下面留言没有讲到啦。blue 流的明显 ，blue 流的很明显，那个叉叉5200002不知道谁，一定是你们其中一个啊，就是你们这边的人对不对？你们这边的人 ，CHCHYNCHNG 有点难念这个，太好笑了这个。前明阿姨跟鱼喵 CP 就很开心，谢谢，好好笑啊！你还帮我找哎、欸，太可爱了吧！把发小狼犬的遗忘，他现在比较少来。嗨伊可，嗨健健，嗨少凯，嗯，嗨阿贵仔，嗨太空，嗨一二三，那远方会不会问好了？还一个问号，还有事，我很无聊哎、欸，无聊。哪里显哦？嗨，谢阿巴的玫瑰，嗨永德，谢本人心之冠，爱丢个锁。叉叉五零恩，还有什么 regular， 哎，为什么会有人取 regular？ 还有是什么 Peter， 有人叫 Peter 的 ，Peter Cot。就是听起来很外国名，不知道为什么。Peter， 谁英文名字叫 Peter？ 大家帮那个解释一下。不知道，我可能要回想一下，我可能要看别的账号，我可能要看别的那个贴文才会发现是谁。就目前想不出是谁。看一下哦，他有2005，我还真的不知道，因为他有留马友嘛。还是不知道哎、欸，他那留言我看不出端倪来。打嘞，阿甘呐，哎、欸，我还真的看不出是谁、欸，直接用 ID 查，我不会啊，我不会查那个，然后直接查什么贴文嘛，什么叉叉205200002是不是？这查得到吗？不行吧？哎，可以耶。这个，好像是他是写，哦，我看到昵称了，达磊，达磊，因为我还是想不出来，快笑死我。只有吗？自首啊！啊，是哈利波特。哈利波特是姓 Cot 吗？嗨，小何，知道了，看要练习。嗨，小雨，对，我现在太无聊，正在看大家的 IP， 大家的 ID。
PTT 的 ID， 但是我还是有点好奇，因为我记得跟原本印象中的不太一样。嗯，它这个是板垣嘛？板垣，它有写板垣，但我好像对它没有太多的印象。那孩子今天不乖，请记住这个 ID。 他嘞谁呀？嗨小雨，现在万手会 report 看到知道了，万手会没有，我直接打那个搜，我直接用搜寻啊，我用搜寻。嗯，看名字，刚才看我的世界文，没有，要看你的世界文。嗯，不知道啊，我还是不知道。叉叉，冰清影，这是谁？哪个？哪里？我真的想不出来。这里是冰打吗？是吗？是吗？我问号，是吗？没关系，我不知道是这样吗？他有特别聊天的前辈吗？没有了，我是有跟傻瓜机张就是要照片，就有跟他聊一下，讲一下下。我有就是问他可不可以跟他要他拍的照片什么的，然后等一下，对，差不多是这样。我不会直接找文章，我看到 Peter Cut 了，他在写微仔，打不打哦？哎，我真的吃饱太闲哎，好好玩哦！到处看大家的那个，感觉很久远哎。谢谢三类的掌声鼓励，破案破案！既然什么陈太晚就过了，不会不会。想说这里面还有谁？是啊是啊，我这不是，啊，这应该是爱死吧，好像。啊，这个是字文，然后他写围在。想一下，听一下，想睡觉吗？还是有点想睡觉？别太无聊了吧，好好笑哦。谁没事放在这边查这个啦？太无聊。好啊、哦。为什么是 A？A 按 A 按，这是直接按 A 吗？你说在哪里按 A 啊？搜寻上吗？它是可以搜文章而已吧，很好玩哎！谢谢家阳的玫瑰，嗨大晚安，嗨变，看了水表，这个比较怎么讲，就是有几个就很常见啊，应该就是板垣吧，比较常。是有点像管理员的那种概念的，就会比较常看到。咦，这个假好酷哦！板看板上按 A 就可以搜寻，这假的怎么按怎么用啊 ？A。一脸懵逼，你知道吗？我一脸懵逼。谢谢米者的糖果，我用网页版的，我是用网页版。那用什么 ？PC Man 是什么 ？PC Man。蔡小艺 ，Google 输入。
哪几个哟？好酷哦！这里没有账号，没有账号，我用网页，因为我之前办的账号失踪了，因为太久没开，然后他现在不让我开，然后就办不了了。网页版不能啊 ，TTT Chrome 不是不是啊，我是用 Google Chrome 打开我的 PTT。那个模拟器这是什么鬼？好酷哦！哎，你们好厉害哦！完全不懂那个东西耶，很有障碍。没关系，我没有那么无聊啦，我只是。想到最近在看大家的那个大家的 repo， 然后就想看一下大家在上面聊什么啊之类的。啊，当天妹妹前辈好漂亮哦，好超正的，大家看她的照片，超漂亮的。而且我真的觉得她的睫毛很美耶，就是眼睛好美哦。他的眼睛很，就是很就是怎么讲，很有神，然后很会电，就是很有那种魅力，眼神会电人的那种，超厉害的，好喜欢他的眼睛哦，他的眼睛超漂亮的，而且是因为他下睫毛很长，就是我觉得我很羡慕下睫毛很长的女生，因为这样刷起来眼睛看起来特别大，然后很漂亮，就是会比较有神。她的嗓子是那种，就是下睫毛比较长的那种女生，超羡慕的，超羡慕的。我觉得每个女生都喜欢她吧，我是说我们团的女生。还好脾气算正常，其实没偷什么大东西，大东西什么？嗨，凤尾哥，有喜欢，偶尔会看一下大家在聊什么啊之类的。我还在等羽喵放 AKB 神推的合照，还没。可是我有两个没有拍到，一个是山内，然后一个是冈部凛。因为那时候约吃饭，我就不好意思过去，就他们后来就要离开，然后我就没有拍到了，有点难过。我就差那两位前辈了，我就凑满了16人了，而且我就差那两个，真是万恶。听过也记不住啦，哼。可是我记不住，一天过了就记不住了，明天就忘了这样。嗨，开门。不会，我不会教其他成员，因为我很懒。我跟他们说，你们可以直接问粉丝哦，他们都会跟你们说。好好笑。惊叹号可以排除日文，太酷了吧？美日文字，美日文字还好啦，也没有多到那么可怕。嗨 ，DJ One， 一天过了还没好吗？你们跟我认识有合照到，有让你们要大行动，等等 TV 会成员职业查水表，就偶尔看一下而已。小迪跟说好，我会跟小迪说的，谢谢。我会特别跟小迪说的，超坏。说不定他已经会说。所以他已经会了，不说而已。不会，还是不会。网页应该不能用吧？谢谢平均的追踪，特别认真。你干嘛？这你们又不会特别讲谁坏话在那边？你们哪有那么坏？然后是谁写谁坏话的话，会良心不安呗。阿 Q 我觉得他会用，会吗？阿 Q 用吗？那只要记得那个解开度，跟小婷说怎么用啊？怎么查大家的水表？蔡泽成，
他们怎么骂人？觉得还好啊，看不出来啊。这种坏话，那你就以后别来了。以后别来了，出境再见。然后你就会被我请出去，这样。被我请出去。谢谢家人的糖果，没关系。是哦，我不会用哎，因为我不太用 PPT。我只是无聊想看看大家聊什么这样。然后我看到卡布斯有写，嗨阿宇，嗨蒋玉祥。永久被边疆出境跳高，他觉得人家等下就会说没关系，哼，他只要有小迪就够了，这样。不是把你的心声讲出来。没有，是你心里 OS 啊，说没关系啊，反正我有小迪就够了，这样。真的吗？你觉得你需要我？那你就不能算写我坏话？超硬要，超坏的。那你不可以乱说人家坏话。嗨，威廉，嗨，范叔，嗨，茄子。谢谢开闸的糖果。转推就转推呗，算了，就是转推我会比较喜欢，就我会比较希望知道原因啦。就是如果就是要转推的话，但我还是觉得很原因很重要吧。除非他是那种就是他没有什么理由就是想转推之类，那就算了。喊那 skip night， 莫意啊。嗨，伟林，嗨，博腾。嗯，我不会说你话，等等，刚刚怎么看都是我开玩笑的吧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是开玩笑的吗？你是开玩笑吗？我看不出来，怎么办？我脑袋有问题？加推就没有所谓，加推可以，不可以转推。先早上直升飞机，真的假的？最后真的后推广引用，这班 PPT 成员根本有粉丝要哭，没有啦，哪有那么夸张？嗨，粉丝，我也喜欢汉服，最近没有去过礼拜真的时刻，今天太可爱了，谢谢。嗨，夜剑师，怎么高八度的怀疑？怀疑都要高八度，谢谢九九的 love。有加推云啊，谢谢。嗨君，嗨康姆，谢谢这样的 love。 我怎么觉得好像好几首都是他的歌啊？他真的是跳着的吗？哎，不是哎，然后他怎么不是跳着？原来是怎么讲？我要随机，他变成逐步播放，然后奇怪，我不是随机播放吗？就按到那个，我按到那个逐步播放的路线。谢谢卡姆里的糖果，但门灯关的只是很大声。你们也是被西亚推坑吗？怎么被西亚推坑？没有，我本来就蛮喜欢的，就只是我自己很少会买那种衣服，因为觉得很难，就是很难有机会穿到啊，所以我不太会买汉服之类的。谢谢家人看到你哦。Google 查 ID， 酷哦，你是要打那个吧？要打 PPT 吧？谢谢德贤的乐，欢迎 GSA， 因为我会用你来说转推，什么东西啊？你转推谁啊？你转推就转推啊，他不理你嘞。再见。人家说好走不送，人家都是好听啊。有时候想听你那个，你就会主副播。那不是，就是我自己的那个歌单。谢谢深深的糖果，谢谢玉祥的枫叶，谢谢 Ben 的糖果，嗨
糖果罐，太棒了喵喵，谢谢玉祥的气泡水，谢谢强生的新之冠，没有好不好？他就比较会吃醋啊，老婆很会吃醋，老婆就是吃醋吃不完，太多醋可以吃了。而且我最近都比较常跟阿奇他们练习，所以比较怎么啊？我比较高好不好？少在那边，你才矮，其他都矮嘞、欸，嘞嘞嘞，都不要。谁想要你一样如你的愿啊？才不要！我明明就比较高，少在那边。你眼睛有问题哦，爱子赶快去看眼科。哼，我还不要啊。谁理你？等一下，我开始。刚按错了吗？嗯，我刚按错了。好好笑，我刚按到别人去了，超白痴。怕显真实的原因会伤到亲人，嗯，也是啦。加推中，谢谢。头降短，推急事但不会短那种。那你就不要转，你要转推啊！你很奇怪呢，你很奇怪耶。还好我都会搜寻，但是，嗯。搜寻自己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。谢谢无想的心之怪，越来越积极了。谢谢刚才的心之怪，修罗场，各种修罗场。对，我老婆比较喜欢吃醋嘛，吃醋健康啊，没错。三公分有差，你有差啊，三公分有差好不好？在那边。你不要喜欢指甲就这样好不好？真讨厌哎，爱说这样你欺负别人，他欺负主人哦，主人要罚跪一小时，好久，一小时超久。看起来傲娇有没有可爱？谢谢阿西亚的新主管，真是有像和你买上元素洋装。三十里的羊羔是最有名的，你们为什么也是说什么？太喵之战，我会把帮射 QQ。嗨，谢谢阿给，谢谢深深的枫叶，谢谢你家的浪夫。床头对啊，我跟他很快就可以和好的，他是我老婆，我是他亲爱的老公，穿不出去，因为就穿不出去就觉得买了会很浪费。所以就我也没有特别买。准备要关的环节，没有，是晚餐，我吃过午餐了，这是我中午起来的，你也知道晚来你就知道，我中午就起来了，今天睡超少，所以我现在有点累，会吃醋就是真爱，夜桥软筋桥，就是打骑马桥那种，打就是马，打就是骑马就是桥，两马就是桥什么，对，现在突破的乌龙乌醋面。乌醋面没有吃过哎，乌醋面怎么我都只会被欺负而已，那是你乖。那个爱死要被我编了。很讨厌哎，那你去找你的私家主人啦。生气气你
只是单纯想听你说转什么什么转推人。为什么我要说我转推啊？为什么我要对你们说转推啊？这逻辑也蛮奇怪的。嗯？想说给你听哦，想说给你听又转推了这句话，那我不要理你了。我不喜欢别人说那句话，你不知道不可以说那句话吗？这就是禁忌，你只能说你真推了，不能转推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喜在朝朝暮暮，所以他听得懂哦。谢少凯的糖果，谢强生的新职冠，没想到不少吧？就还好啊，差不多价钱就那样，美甲的价钱都差不多。特别喜欢的前辈吗？这个作品不知道哎、欸，好像他没有特别讲哎。他没有特别讲他喜欢哪一个。谢谢妹子的荧光棒，谢谢玉祥的枫叶，谢谢心脏虎的荧光棒。本来都穿你看来很认真，都内心都深深处，是吗？是吗？谢谢洛伊的心之本，谢谢深深的应援棒。打琴骂俏，嗨 JIA。中午起床这是中午什么？这是中餐，中午吃这是中餐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在吃早餐的习惯，我没有吃早餐的习惯，而且我大概十点多就爬起来了，因为我要搭车，所以我十点就爬起来。而且照讲，我其实早上就起来，我七点多起来，好吗？不是七点多起来，是七点多才睡，超夸张的时间，我七点多才刚要睡觉。所以我比每个人都还要早起床，这疤痕就是没睡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对很日常，就我基本上就是很早睡，然后又很早起，什么鬼？很早睡又很早起。搬家没有主人，没有，我才不要把你当主人，少来，你们都是我的仆人，你知道吗？来我台，你们就是仆人，没有主人的。在我的台呢，你们永远都是我的仆人，才没有准那回事呢。我是绝对不会承认的。反正负责人是说，那我说什么呢？说我喜欢上你了嘞，可以啊，欢迎哦。买会赢什么会？买会赢。蛮要懂我英文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可是他们好像也会教国文吧？就被你听什么听什么，所以就能被你踢呀、啊。你是抖 S 抖 M 超级抖 M， 快听那声音就是你的啥？就不要，不要的，不要的，一脸嫌弃，好，什么带来的哟？超凶，什么带来的？谢谢 Miso 说的糖果罐，谢谢云南的糖果，给七点多很水，然后我差不多要关了，我要念排行，等我一下。早睡早起的部分，不用吃早餐，我真的没有在吃早餐的，我没有吃早餐的习惯。这除非逼不得已，我就是一大早起床，然后练习什么的，我才会吃一下，不然会饿死。今天从第十名开始，只是路过路人，那等人不要，我不需要别人养我，谢谢。我不要，我不需要。好久没有回来，忘忧嗨忘忧草嗨月月嗨春哥哥，你要拿什么养我？罐罐呢？没罐罐没有。欢迎蓝，是小绿在脑中就是你没有认清自己的身影，其实也很赞啊。东北太凶，怎么？谢谢开着的狗骨头，谢谢北人的糖果，这东西也要吃。我就是任性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臭傲娇啊。有啊。不当仆人的宣言有吗？你有写吗？你写啥啊？
这留言突然跑太多了，有点难看到每人的留言。哎呀，我滑了，眼睛很酸。看路看太久，因为我灯有点亮，所以眼睛很不舒服，因为太亮了。等一下，哪里啊？好多留言哦。哦，我不要当仆人啾，啊，我不要当仆人啦，啾啾。为什么是啾啾？还多了啾啾呢？你不要当仆人吧，你要当什么？你说啊？哼？当然是为什么是什么不一样？我只吃罐罐，不知道吗？我只吃罐罐。看绿色的植物，我真的有绿色的植物可以看。哎，我有榴莲，超白痴的。我朋友送我的。我原本以为它是刺猬耶，这根本长得一点也不像榴莲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我重点是我刚开始觉得它比较像释迦，我觉得它比较像释迦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可是这个比较尖呐，释迦没那么尖，是榴莲，释迦哪有那么尖，是榴莲呐、啊。释迦没有那么尖吧，它是尖的。跳刺刺的，切开就知道了。刺刺的海胆也是刺刺的哦，海胆是刺，海胆没有刺吧？海胆哪有刺？手榴弹，手榴弹，我也觉得很像刺刺。流冰锤要你要什么锤？他连把手都没有哎，不信。我应该是榴莲吧，但我也觉得像释迦吧，可爱对不对？好，我要念排行，第十名是那个，第十名是达成，巴乐不超可爱，第九是 CQMK， 凤梨释迦为什么有很多凤梨？其实我是来自异世界篮球，我觉得比较像，我细菌蛮像的，是细胞细菌，没生命，它会分裂的那一种用，用不知道之类的，啊，变形怪，所以它是变形怪，可是它有这个啊，可是有那个什么世家也有这个，就是那个头的部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，应该是榴莲吧。第八是 Forever， 第七是 Yuna， 第一好像是蛮多的，为什么？是没有人开直播吗？第六是那你，第二是玉安，让他寻光的作用。第五是玉峰，第四是不入流，好，第九我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、啊？尖波的人太少了吧？不止吧？第三是无糖。大家这么早就关了？不是哦，那他人怎么那么多？第二是阿基拉。真的假的？大家好早关哦。第一是 Skyline， 耶，谢谢。这首歌没有歌词。真的假的？只有我？我以为还有人开耶。然后怎么那么多人？谢谢月夜蓝的 love， 这是一个迷茫状态的喵，迷茫。啊，猫猫关了，猫猫今天开比较久吧，好像。
对，所以成这首的。我还不想要先看，所以哪有这哪有老，才不到十年好不好？十年不到十年不老啦，你才老。对，国硕的才老哎、欸，国硕是超级老歌哎、欸，超厉害的、欸。我的不老好不好？你才老嘞、欸。谢谢干了应援棒，你才老呵。不可以，爆雷的话你就会被我编掉哦。你会被我编台哦，不是我编台，你会被我编掉，你就觉得你进不来我的台哦。超凶，口舌真的超级老啊。不是，真的很旧哎、欸，那个歌很厉害。我觉得哪有算老歌，这连二十都不到，二十年都不到，应该不算老歌吧？你才老，超坏。谢谢，嘿，谢谢赤金的新之冠。我是国素啦，哦，你们真的，你们真是的。我是说那个爆雷的，爆雷都会被我编掉。谢谢青青的手套的玫瑰，真的假的？哦，新专辑吗？咦，是什么？那个剧场版的吗？谢伯承的枫叶，老歌好听啊，老歌好听耶。没有没有编他啦，笑死我！谁敢爆雷？就再见，朋友们！谢谢去冰的糖果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谢谢大家陪我播了一个半小时，看起来快要睡着的台，虽然要睡不睡的台，虽然我的眼睛已经呈现一个他已经快要眯上去的状态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最近左眼有点怪怪的，就是好像有一点，应该我不知道是发炎还是睁眼，反正就是刺刺的感觉。现在不会，可是拔掉隐形之后就会有一种东西卡在眼睛里的感觉。可是我又不想要去看医生，好麻烦哦。我要等他自己好。拜拜，大家晚安，大家礼拜五见。哎，对，礼拜五我们。宿舍会就是有个小活动，就是礼拜五的话可能会有点 special， 因为我周六不会播，可是我周六是一二三，就到十一月一号以前我都不会开直播，就是礼拜五这样，所以礼拜五应该会有，就是对万圣节的东西应该会。会有，但我还是会发照片，就是一样的衣服就对，但是我还是会拍照什么的，对，跟大家一起过万圣节，对，会有万圣节，应该会有万圣节的装扮这样，万圣节，然后开完直播再去狂欢，没有，这只是吸血鬼。可是我有点担心我的牙齿，希望它可以在周五前的时候到，对，拜托请在周五前的时候到，大家帮我祷告一下，希望它赶快到，希望我的牙齿赶快到，然后我要当吸血鬼，我是吸血鬼喵，我是吸血喵，耶、yeah ，大家晚安，礼拜五见，再见，礼拜五大家准备好被我吸血，再见。我要是你，晚安，晚安，累倒，我只是。